先走，你先走。青菜哦。乱走乱走。那我警告你哦，等一下我会乱唱哦。七拍九拍的，弹一通来到两边。
才是音乐啦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吹一个。好，等一下，以后哈、哦，我要做歌哈、哦，好笑的歌词如何配这种音乐？你那个你在帮人家洗牙齿的时候，帮我想一下好不好？给王医师再掌声鼓励一下。好啦，笑不得了，可以可以。我知道为什么我的音乐的深度总是停留在一种肤浅的边缘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完这种音乐，写到一半写不下去，然后就这样就听他们音乐，我就感到非常的羞愧，活了大半辈子，加个狗怎么会都白活了？所以各位呢，如果要做音乐的话，最好是走这个路线，就算你来放一下，放，继续放。